来，都有敬礼。预备，我们来看一下青少年的捕龙盘打、步步轮拍的动作，练习肩部的灵活性。来，预备，速度快点，走，一二，缩了手拿起来。你看那个小贤贤练的，再来，预备，右侧的啊，快点，走，再来，预备，速度要起来，手要展开，走，预备。好，起立，哎，一二，缩了手拿起来。你看那个小贤贤练的，再来，预备，右侧的啊，快点，走，再来，预备，速度要起来，手要展开，走，预备，走，好，起立，哎，手抖一下。我们在练习青少年这些动作的时候，其实在不断地提升他们身体协调性和他的肩膀这种控制能力，哎，非常有帮助。